各位校园请就座哈，咱今嘛要开始上课啊。各位校园请起立。今日，各位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哦，非常辛苦哈、为对下港来啊，对台东华人拢总有哈、非常辛苦的。为着咱本土台湾人，为有听到咱的时代人讲的这些历史，为嘛真有疑问，因为过去咱六十几年来。受到奴化的教育，咱过去所读的历史，有的人讲啊，蒋介石八年抗战，啊，佫会当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啊，十月二五光复节，我呢做一代呢，有的人讲啊，我较早读的都一切都是安尼啊，咱还袂接受这个论述，法律的论述意见，我跟你相共，思想拢相共。咱读的历史就是安尼，但是你甲想，咱的历史六十几年来，拢受到流亡政府伊的篡改，这个篡改就是讲一条故意，把这个历史，把你抹灭，无爱真真正正历史。互你知，啊，所以讲话一般咧讲诶，啊，我讲诶历史就是安尼啊，讲啊，唔是啦，后来啊，今日到底是还是唔是，总是有一个真诶嘛，今日希望台湾民政府会当互你真真正正了解你所有的疑问，咱来做一个正确的答案，首先。来介绍我家己，我对屏东来，我姓刘，我有那住九如啦，高雄嘛是一个九如，啊，屏东有那一个九如，唔好分唔对去。首先吼，咱要，伊这节课就是近代史啦，咱也讲啊，过去都要讲到对迄个荷兰啊、葡萄牙时代去，迄个爱个足。足久咧，咱对近代历史来甲伊分析就好，希望讲咱这节课，因为我会对班头啊，咱足重要诶，这个历史诶记载，这是拢真正历史，这毋是咱去写诶哦，这拢还阁等下有图片，恁这节课大家当，来甲大家分享。首先，咱要讲诶就是讲。伫马关条，这是中国讲的马关条。那咱日本，咱的母国讲的是下关条约。伫1894年的甲午战争，啊，明年嘛是一甲午年呢，都好百余年，六十年一甲子嘛。明年是一个足关键的关键年。甲午年。啊，伫大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。战争是大清帝国战败嘛？你战败唔是呢？战败还阁赔偿呢？战败都足可怜啊！还阁赔钱，阁挂地。当地是伊挂的土地吼，有三地：台湾、澎湖、甲辽东半岛。这个辽东半岛咱等下再讲。咱先讲这个台湾甲澎湖。这个伫第一款人，你爱知影爱去了解，因为台湾甲澎湖，这是天皇皇帝对皇帝所签的这个条约，唔是日本哦。咱所教流亡政府所荷兰的教育的，就是讲日本窃据台湾，这是唔对的。这咱爱去思考啦。恁即马既然甲今日有来上课啊，恁爱做彻底的了解，咱爱改变这个思想，爱有这个逻辑。咱较早都唔知，人啊听人讲，对，啊，册读的，
哦，像我这个姨丈，伊已经教册啊退休啊，伊嘛讲，我有甲讲啊，我知影历史都是假嘛。啊，但是当伫迄个当下诶迄个年代，你敢甲讲真诶吗？这个嘛厉害，爱讲无阿多，你讲诶拢对。哦，啊，这台湾甲澎湖吼，当然都是挂好咱。日本天皇啊，日本天皇伊拥有我一块领土了后，哦，伫1895年诶4月17日签诶，啊，因天皇伊无签，又派这个大臣来签，啊，到底是派谁？来，咱日本代表哦，天皇代表。这个就是伊藤博文，哦，这不是我画啦吼，这伊藤博文，啊，这个中国代表就是李鸿章，哦，李鸿章，第5月17日签，啊，第5月17日生效，国际条约内底有规定，你那的签约一定有一个生效日，哦，有一个生效日，来。啊，是上点高的，比如讲咱民间的买的土地，哦，像讲我今日买一块地，啊，我到底我买的地是三角的，还是圆的，还是竖正的？咱会叫迄个地政去量嘛，对不？是不是讲我盖子啊较早有用偷耍的无？哦，咱拢会去量，啊，你甲想？民间都讲详细啊，啊，何况国家对国家，哦，当这时伊挂念的下领土，包括钓鱼台啊、甲囝啊，台湾澎湖囝啊，有36个小岛，哦，有36个小岛，哦，啊，点高呢，就是华山之计，啊，这个李金芳就是拄啊李鸿章的第二后生，哦，李金芳。即马来，伫6月7日，伊已经交挂完毕嘛，点交完毕了。哦，伫这个日本诶，这个家人外海吼，伫迄个日轮诶横滨湾内底，哦，12:30点交完毕。哦，伊点交的时间有3天，哦，3天。啊，即马来，咱即马看这个，到家。1937年4月7日，您来听好哦。这个4月7日，不是咱即马台湾的愚人节哦。哦，这就是我都在讲的，咱儒化教育正式的新鲜纪念日，不是12月25日，应该是4月7日。哦，啊，12月25日，但是愚人节啦。这是以后咱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了，咱会改改过来。好不好？哦啊，这个开始和咱皇民化的时候，因为天皇拥有咱这块土地了，一半个月了，哦，6月17日开始施政。但是这个当中，哦，对1905年到1915年，伊用10年的时间，甲台湾这一挂吼五对高山。对北部啊开始征服来到南部，因为当这时有高山族嘛，遐高山啊，但是伊干涉，哦，讲啊，我得带一只好好，你太去白要创啥？但是这当中吼，伊经过足济诶这个历史啦，哦啊，大概因这边讲起啊足长，我大概伫只简单甲恁讲者啊，所以啥物叫做皇民化？哦，这伫咱。大日本帝国伊开始实施皇民化的时阵，来啥个叫做皇民化？咱一般咱唔知影啦，哦，其实较长辈遐人拢知，像咱进罗赖吧，哦，爱是讲这个卡车大只叫拖拉机，这种日语，
哦，啊，细只，咱大家拢在骑，学多摆，哦，这拢记记。啊，是讲咱啊咧做水电，哦，伫压电线，还是伫落个，迄个啊，叫做骗子。啊，有人食薰无？伫点诶赖打，哦，这拢是。啊，是讲咧新闻机伫听诶，叫赖机哦。哦，安尼大家拢有一个概念啦，这叫做方面化，甚至人讲，阿妈和咱和这个姓名，哦，为模拟迄种事啊，哦，啥物米啊，啥物煮，哦，脚煮啦，还是啥物梅子啦，啥物，迄种较早咱的时段的名，哦，这叫做方面化的一部分。来，啊，这个就是较早日本的。首相就是东条英机，到这个年代哈，就是1941年12月7日，大东亚战争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伊所发动的人就是这个，哦，东条英机。来，我即马甲恁讲一个，这个1941年12月7日，这个。东条英机哈，伊是头壳足巧诶，伊甲这个对日本海开出去，开出去，即马到这个太平洋，要到珍珠港的时阵啊，还有两天的时间。所以讲，你若看迄个奇袭，伊是结果是写偷袭，这是唔对的啦。奇袭珍珠港，伊迄个影片内底吼，伫船人伫在太和号内底，伊的迄日子吼。切五掀起来，啊，切六给裂开，就是切七。伊用两天的时间，啊，即马开到要到还是要到目的地的时阵，伊才宣布。哦，将伊一拍，迄阵哦，唔是讲拍电脑，迄阵拢用迄拍耳机拍，啊，所有资料伊拢总无甲接收，拢甲裂掉。伊迄阵就开始进行即处的战争。哦，啊，这个当这时联合舰队的司令官。就是356，哦，356。底家，哦，奇袭珍珠港，啊，他卖偷袭，偷袭伫国际法内底，吼，这是违法，哦，这是受到联合国处分。奇袭就算我一头壳较巧，我驶得到要偷情的时阵，要搞当宣布，但是嘛有宣布啊，哦，算讲偷食波就对了，哦，偷食波。啊，因为这个当这时，这个珍珠港是12月7日透早9点外开始空袭，啊，空袭哦，这是有足济的迄个画面啦。啊，我简单吼，给截取两三个，因为这战争哦足残酷的，诶，这个事件哦，咱唔免讲用到足迄落，大概了解咱的思想，咱去想就知影。哦，伊当这时起嚟的时阵。对这个西临时战斗机哦，一起去，一不一个是水轰炸，去到珍珠港的时阵，伊射一连，啊，看恁的船坞一堆，恁的游轮一堆，迄游客一堆，啊，这个舰船一堆，迄个空军的基地一堆，一先顺一连了，他开始轰炸，哦，那开始轰炸，啊，这就是这个，船，迄个舰船的所在嘛，哦，啊，伊正伫海上，拢总板头啊，拢总起来。到甲1945年，咱会记得，有人讲日本，哦，日本轰炸台湾，这是唔对的，哦，是美国的米29轰炸机，哦，轰炸机。但是伫这个当中哦，这个大东亚战争开始的时阵，12月7日，结果12月7日，当时的总统罗斯福。哦，罗斯福做总统，但是伫美国个宪法内底，你总统你无资格他发落苏联讲啊来好开始随甲战，未使呢。伫美国个宪法内底，你爱阁经过国会断锁通过，你才会当发动这边的战争呢。啊，由国会嘛是由总统来发落这个苏联这个命令，哦，所以讲伫12月7日，人都已经拍来到门口啊，所以讲。免断锁，全锁拢总通过，
所以十二月七八开始，大东亚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迄天开始啦。哦啊，结果伫十二月七九，十二月七九，迄蒋介石伊嘛当作是向日本宣战，但是迄阵蒋介石伫国民政府内底，伊担任啥物职务？伊担任行政院长尔，伊也无够资格。主席就是林森啊，双木林啊，森林迄个林，哦，林森当作是主席，伊是发动哦要参战的时阵，这个战争的主要的角色。蒋介石啊，迄阵你也唔是，你若唔相信，你伫这个中心新村内底吼，就是即卖迄省政府内底，较早伊即卖已经动身啊嘛。伫内底，你正对大门行入去啊，倒挖伫迄三十公尺迄壁面都拢有写，壁面都拢有写。哦，啊，当这是为什么日本太无接受？因为当这是有三个国民政府。伫重庆这个蒋介石啊，这林森这个政府，第二个就是南京汪精卫这个政府，第三就是延安毛泽东。啊，你三个拢总是国民政府要向我宣战，我到底我哪会知恁对一个？所以讲拒绝，哦，拒绝这边的参加这个战争。啊，你也看，哦，咱家看美国轰炸，哦，一些区域。就是用 B-29 爱轰炸，这个就是阮遮高雄遮左营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甲高雄港这个，啊，遮这个总督府嘛是要下一半落来，吼、哦，这种轰炸，吼、哦、啊，第一年这个加遮，这拢有，吼、哦，啊了后，这个1945年4月7日。这个四月七啦，为什么他也要四月七？我都有讲过，四月七足重要。四月七就是日本伊的会计年度，哦，包括伊国会、议会、这个学校还是公家机关要上班上课，拢总伫四月七。哦，所以讲就是这个会计年度，啊，咱家。应该四月七，我都有讲过，就是行宪纪念日啦。吼、哦，伊下诏书，这个诏书啊，就是等于咱较早迄个皇帝命令的这个圣旨啦。诏书较大，宪法，哦，伊的位阶上悬，直接下命令，就是圣旨，将伫台湾，予咱有。参政权甲参战权，就是讲伫台湾甲澎湖实施明治宪法。好在在伊伫这1945年4月7日，伊若来伫1944年就宣布投降，咱真在做无通坐伫遮呢？毋知要挂号上毋知啊？哦，迄阵是殖民地，是殖民地，但是伊伫1945年4月7日，哦，这个诏书。就实施明治宪法以后，予咱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领土都袂当分割。我拄下来讲过，辽东半岛是为虾米挂当来天皇的土地了？就是德国、苏联、法国抗议嘛，领土袂当分割。哦，所以个一十天后了，当个用还款条款，哦，当个赔款32,000的这个黄金，搁赔哦，领土都袂当分割，啊，这较等的吼，咱会足详细讲，哦，咱暂时先看这图片，来，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是属太平洋战区，蒋介石迄边是中国战区，所以讲为八年抗战，八年抗战是安怎算的？一对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遐开始算，啊，算到1945年叫做八年抗战，结果咱拢唔知，嘛是要偏切读家历史，拢考一百分，99分，
结果这叫做奴化教育，伊无爱甲真诶历史甲你讲。咱伫1945年四月初了《天皇下诏书》，实施明治宪法，互咱有参政权甲参战权。安尼，咱正式替皇军哦做兵，包括阮三姑也是啦。哦，这历史吼、哦，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历史。我该不爱讲，因为我讲到这吼、哦，我脑更弄会甜起来。所以讲，我去年吼、哦，去年去全国新社，伊替阮娘完成60几年来，伊无法度那完成。你甲想，你去到全国新社，李登辉的大兄。伊嘛是伫全国新社的内殿，你任何人要去到全国新社，像讲咱来去日本佚佗，北海道，还是即个迪士尼乐园，咱拢是去观光地区啦。你去到全国新社，全国新社伊又是分外殿甲内殿，即等下咱会我会甲你讲。你要入去到内殿祭拜，有三种人呢：第一，天皇；第二，国会议员；第三就是县市长交接的时阵，这三种人会当入去拜呢。你民众一般日本人的民众，你一世人都无可能入去到内殿。所以讲，阮去年伫220岁，拢穿黑西装。这是以后，我先跟恁讲，这是以后咱的制服。哦，包括咱有一顶帽啊。哦，这以后就是咱的制服。哦，咱那是。来上班，咱就是拢爱穿黑西装。啊，阮出来了，迄民众佫甲阮惊咧。你为什么恁即群人太当入去到全国新社的内殿？啊，因为我这边，我去日本，我就是台湾民众有我这个机会，我有把握机会。结果我入去拢伫内底咧哭呢，所以我做无爱讲这段历史。哦，这是真真正正的历史。啊，我有把握这个机会。所以讲，恁今来上课，恁是变得着大乐透个较好。家己鼓励者，啊，互咱参政权了。这参政权是第三个，伫这个参议院内底开会。第一，就是烤饼；第二，就是捡龙山；第三，就是林献堂。哦，遮个资料。在恁这个粉红色那本吼，你甲现在迄个台湾地位啊，甲这个天皇的关系第二页还拢有写吼，啊恁这爱认真去看，因为咱这讲师在甲恁讲的时阵，是有哪拢足用心吼，找这资料起来，咱历史上。是到底是真的假的，咱拢一定该找到这個，互恁知影。啊，咱等伊了后。咱有这个法律的基础，咱爱去逻辑爱去改变一下，思想甲观念爱去改变起来。唔好像讲哦，像咱秘书长讲的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啊，个人咧举手呢？哦，唔是啦，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日本天皇只要有地的，大日本帝国都有地的。哦，咱是伊的臣民。哦，来。哦，啊，这是这个1945年的八月七日，哦，美国向日本投下头一个原子炸弹，就是伫广岛、七岛，第二粒就是长崎，哦，8月9号伫长崎，这两粒原子炸弹投嘞，很死的20-30万人，但是伊迄个辐射也无算嘞哦。很死了，超30万人啊！哦，所以讲战争非常残酷。哦，这个辐射你甲看。哦，啊，伫1945年的8月15号，其实伊8月13号，伊就伫个赖吉奥的囝仔遐，家己年过，已经死伤侪人啊！后壁要阁投几粒唔知啊！哦，所以讲，若继续阁陷落，日本亡国啊，真正亡国啊！哦，所以讲，伊伫这个8月13号，天皇就开始伫边啊遐咧讲，遐咧讲，啊到14号，经过国会议员开会通过了，8月15号，伊才正式宣布
无条件导航，哦，无条件。但是你唔是讲导航啊？导航的刷呢？唔是，哦，你爱个地图详书，哦，地图详书，哦，这个，这像你知无？这就是麦克阿瑟本人本尊呐、啊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当时是咱这个儒林天皇，昭和天皇。哦，因为当初是，唔是伊发动战争，是我拄啊讲迄个东条英机发动战争，但是伊冇该回事咧，冇该回事咧。因为这边这个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军当啊死伤四十几万人，受伤的八十几万，啊，这战争就难免难行。哦，所以讲又该回事咧。来，这是九月初二。哦，九月七日，咱拄啊伫迄个诏书的第二项吼，这个外务省就是咧伊个外交官，外交官迄个崇光奎，哦，崇光奎伊代表，伊有代表两个地位，第一就是日本政府甲日本天皇，但是伊是代表日本政府，哦来签的，伫这个密苏里镇，哦来对签的，来，这个像。哦，蒋介石，哦，蒋介石，但是伊是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所以伊无资格通去内底签，伊伫外口尔。哦，伫外口，咱拄仔看迄个，就是伫内底签，签完了，哦，麦克阿瑟出来，麦克阿瑟行出来，哎，那徛伫遐尔。哦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，蒋介石啊，遐出来。你甲看，这拢啥？拢穿草鞋，拢穿草鞋来呢。啊，个这，人家也是，你甲想讲咱的关东军，美国的关东军，迄大家是安尼徛来呢，因打惊落死啊，打惊落死啊！你甲想看，这来到咱家，这较早你教咱来找，就是这啦。遮个啦，即群人啦，啊，咱有个人，遮素质袂太好。我去日本，我去五工，哦，咱十二月二十要过时，我去五工，我毋是去佚佗呢，我是纯粹讲去考察，即个机会吼，去看人个人民个素养。我去五工，你要看到巴特平，看到分泽啦，无可能。车逐台嘛，七甲金兰有一台六档杯啊。迄就是工程车，啊！伊顶管拢载迄铁啊，迄废铁诶。所以讲，你也看人诶素养，民族诶素养，享好啊，咱呢，咱即个讲起来哦，咱是足见笑啊，啊，都歹运啊，迄有即群人加着啊。哦，你甲看，即就是当即时来诶，即个情形。哦，啊，拄啊讲着诶，光复节。十月二五就是光复节，啊，这嘛是假的，是安怎？你若是一个，伊是代理占领，咱这拢阁是，还阁是美国的国旗，吼、哦，美国的国旗。啊，伊内底吼，哦，这个是彩色的咧，这张是彩色的。这个顶冠这拢还阁挂美国国旗，吼、哦，美国的国旗，都代表。美国伫旧金山和平条第二十三条，伊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，哦，主要占领的权国，啊，是代理盟军来接受日本台湾的导航，唔是日本向中华民国导航哦。咱较早读的历史就是安尼哦，拢甲恁扭曲，哦，拢甲恁扭曲。来，啊，这伫。来这的时阵，伫1945年十月二五开始，包括咱进是啥物种的人，我都也甲恁讲过，恁爱知影，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哦，咱是伊的臣民哦，唔是中华民国。咱进所刻着的中华民国，就是一张啦。对1946年的1月12开始，用这张的行政命令将。
当这时伫台湾只600几万人规划为中华民国籍、中华民国籍。但是当这时英国甲美国三位切杯时阵，三界抗议啊，结果伊当这时这个麦克阿瑟伫东京嘛，伊甲伊讲，我为着方便管理。方便管理，管理到68年，哦，这大家爱有迄、那個，其实咱拢无迄个思考能力去，拢无迄个思考能力。来，这是1947年的2月28日，大屠杀。咱若较上年纪的70几岁，哦，75岁以上，做囡仔时阵，咱拢会。听时代人咧讲，也是讲伊亲身有去体验过。这是从台湾的所有的精英啊，做老师、做医生的，这知识分子啊，拢敢掠去杀了了。这是有够可恶！哦，你甲看，拢总是咱这知识分子。啊，伊这图片吼，足济人，我都有讲过。足残酷，我尽量不爱，咱了解就好啦。看一个大致上的图片就好。哦，啊，过来，这当是严重。哦，伫1949年6月15日，5月19日开始戒严，戒严到1987年7月15日，拄啊38年过56天。全球内底戒严无人将久诶，都啊台湾尔。啊，咱拢毋知啊，咱较早为虾米咱会将乖？我相信吼，咱即个哦，伊今日真侪即个少年诶来，有够好。我相信恁要来吼，时代人来甲讲，毋好去上课啦，去用洗脑，恁毋好参加迄政治。我相信拢会安尼讲啦。讲啊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啊，就让他安尼正常有他谈，安有他食就好啊，过生活就好啊。哦，其实这拢是错误的观念。哦，这戒严的时间有将久，这拢爱记起来。这咱啊高级班考试一定考。在1949年6月15日，40000+一元，阮大伯阮二伯。去两间婚仔厝，甲阮舅公借钱。婚仔厝恁知啦吼，咱有这个少年朋友在内上吼，有食薰薰草，就是迄婚仔厝咧做薰的薰草茎。啊，阮做囡仔拢会去拾，去拾薰仔，慢长啊拢会去扛。为着一工安尼40000+一元，你敢知影阮阿伯嫌阮舅公当两只鸡啊呢？去两间婚仔厝，你啊看会几万、几十万。掠两只鸡仔养鱼尔，当这时这四个自杀的足侪人，啊，咱秘书长甲美国讲的，伊讲，浙江敢咱用40000+一元，过来咱那用40000+一元，要甲换倒转来，但是美国袂使，恁经过68年，而这个通货膨胀，你爱省落啊，所以讲咱这个40000+一元，80%对换倒来，所以讲。咱在座要有这张身份证的人，你都唔免受到这个待遇啦，吼、哦！咱一定爱去请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煞了，吼、哦！我都有讲过，这个国际条约，伊一定有一个签约日甲生效日。哦，啊，所有的条约内底的这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也位阶上悬。伊安那讲，有51个国家签约，参加战争内底的签约。但是，这个签约了，伊还阁提对国会，经过国会批准了，要生效迄天阁送转来，啊，结果有3个国家无送转来。哦，所以讲是48个国家签约了。哦，对。1952年4月28日暗时11点半生效，哦，生效，哦，哎、啊，
这里面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有二十七条，这二十七条内底拢总无去天皇无受到处分，哦，拢无去受到处分。啊，这个下关条约拢总有十一款，哦，这个赔钱的是第四款内底，哦，两万万银两，七年分作八拜，第一年上半年，上半年赔五千万，下半年赔五千万。阿廖大开始慢慢啊行，来，这个近代这个历史哈，我大概啊讲到这啊，有大概有三面基本无，因为咱这个历史讲，但是咱嘛爱讲法律哦，你爱记的恁是第七十二期的初级班，哦，第七十二期的初级班，我啊较幸运啦，早恁六十几期。来，啊，那无咱咱即摆来，嘿嘿，嘿，来好，马紧，其实就是讲，我用头食波啦，哦，就是讲，我照游戏规则来，这个法律上，你就是讲啊，咱来要战争两边爱宣战嘛，宣战嘛。拢爱同意才会使，这是这个联合国内底有规定，国际战争法内底嘛有规定。啊，你若无偷袭，这联合国也联合这个军队哦，会来给你嘿，给你处理啦。哦，这是偷袭甲奇袭是不同的意义。哦，是安尼，大致上先呢。好、哦，来啊，嘿，嘿嘿。好好，哎，哎，哎，嗯。对，来对对，伊吼，伫总结是这个。这唔对啦，嘿，这唔对，好、哦。是，这都是用咱历史错误的教育，是日本天皇挂念日本天皇，唔是日本。恁即马爱搞清楚，恁若考试的时阵，都是有选择题嘛。选择题也跟你讲，就像拄啊，咱这个先拜讲的，割让给日本，安尼你也讲哦，对，日本搞起来，安尼就完蛋了，是日本天皇，差一句都袂使。我讲到这来，张诶，这个《苹果日报》，恁有看无？伫这个台中，这个台湾政府甲台湾民政府有无共无？台湾政府的去台中伫法院甲抗议，结果呢，车嘛去用拖的，佮兼开罚单。哦，这伫咱的高雄州的这个赖网站内底，恁若对有智慧型手机，你等下恁甲找着知影，迄详细的内容。啊，为虾米伫潮州？哦，潮州，阮一个同心，伊好炸落来。事实伊是无想要甲炸，但是这个临检的时阵，围一撮路尔，围一撮路尔，啊头前拢是白牌啊，啊到伊也是红牌啊，啊后壁阁是白牌啊。你即摆即台红牌啊，若好过，为虾米你才无甲炸嘞？警察，遐民众会甲问。哦，啊结果伫报道的，台视伫报的，迄种不实报道啦。啊，经过顶礼拜六下晡，哦去高雄州访问的时阵。我有一个副州长，因当时我伫遮上课，我伫中央遮上课。伊即马就甲讲，因记者来要采访的时阵，要问的时阵，伊拢会讲，啊，我要来问啥物问题，哦，拢会事先伫遐彩排嘛。即马我那个副州长就甲讲，有两个记者，你们要老老实实、老老实实、完全专专，爱甲阮报道好好势。是台湾民政府
唔是台湾国哦。如果你那是报乌白报，阮接到捐款，阮会找恁来处分。惊到呢，报了就好势。哦，这伫咱的网站内底拢有，所以讲迄篇报道报了就完全。哦，报了就好势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来讲这个法律。咱知影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，哦，乔治华盛顿啊，这当然有图片哦，恁看，伊伫1789年7月2号，伊向美国的国会借两本册，啊，无行，到221年，由这个华盛顿的基金会成立了，那向国会。这两本册其中一本就是《万国公法》，哦，《万国公法》为什么美国总统历来伊上惊就是惊啥？《万国公法》内底的法律有该约束。你不是讲你做了总统，讲哦，我为所欲为，我要安怎就是要安怎，未使呢？这拢有经过因的宪法内底约束内底，拢有约束呢。哦，这是。这个国际战争话，这等下我讲煞吼，咱等一下，这个有图片，我一一个来解说，或较详细，互恁看较有，听较有，吼、哦。来，这个国际战争法上面也叫做国际战争法，咱应该秘书长伫张应该嘛有讲，啊，若无讲，我阁甲恁讲一解。这个国际战争法有五点，哦，有五点，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。哦，1907年成立的。第一，日内瓦公约，日内瓦和平公约，哦，1949年成立。第三点，哦，这个红十字会全经会的总章程，这个、红十字会就是讲咱战争有甲这个十字无，哦，迄就是义务兵。啊，伊这个包括。日本311，哦，这个大海啸，冒红十字会救援，这是部分，哦，部分内底，还有那包括这个战争法内底，哦，第四点，就是讲这个美国陆军交战手册，咱秘书长有咧讲，恁今来学的两点，就是这两点，哦，这个。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就是伫美国陆军交战手册内底有3000几条的判例。这个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就是一对第六章第一节358条直接延伸出来。哦，啊，第五点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有关战争法的部分。哦，这有五点，这五点形成出来。形成战争法，哦，战争法。来啊，这个日内瓦和平公约，哈、哦，就是对第47条内底，伊个这个公约内底500几条的判例，哦，啊，这是对47条出来。这个咱要讲，咱是单咧讲俩，咱拢有伫这个规章内底，拢有给提出来。啊，互恁较了解，吼、哦，互恁较了解。来，啊，这个个第四点就是这个法律台湾甲政治台湾，这个当然拢有。来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伫遮。1898年6月12号，哦，占领古巴。啊，7月17日关岛。8月12日波多黎克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在菲律宾。8月14日菲律宾，啊，9月17日就是琉球，3月20日就是伊拉克。你如果来当占领当移转主权，请问这拢叫做美国？啊，啥叫做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？比如讲，法国当时嘛是流氓来伫伦敦，韩国流氓伫上海，啊，这个中华民国伫1949年的12月。初三，哦，12月初就流亡来伫台北市啊嘛。哦，啊，咱话，咱来认为讲诶，
讲中华台北，唔对，是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，是一个城市尔。你像印度的德兰萨拉，哦，就是这个西藏嘛，达赖喇嘛，伊流氓来伫印度的德兰萨拉的吐蕃，迄是一个城市，哦，伊袂当就地合法。啊，这个流氓政府啊，伊是流氓来伫这个城市内底，伊袂当伫当地建立家己的主权，哦，袂当建立家己的主权。来，这个就是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，哦，乔治华盛顿。拄阿只，哦，这个1907年这个海牙第四公约，这个公约内底拢伫只。来，咱这个法律台湾甲政治台湾，咱伫即马生活。伫遮诶，就是拢伫政治台湾，吼、哦，流氓政府顶管，就是 AIT 诶是民间诶组织，是安怎？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诶国内法，为虾米？吼、哦？啊，这个 AID 的监管就是美国国务院嘛。当这时，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。啊，咱怎是安那？他要交税金给中华民国，是安那？他要去替咱替这个流氓政府在做兵。咱为做两年，为做三年，这种假的呢，不应该做的。咱就是咱秘书长，当这时都无想再发展这个。台湾的法律的地位，所以讲无要紧。以后等下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咱一条一条扳头啊套嘛。啊，就一工一千，做两年都20万、20多万，三年都30多万。哦，啊，这拢会秘密金哦。来，咱这政治台湾的吼，咱稍微了解到，要讲个样详细，有拄时啊讲个样详细哦，有拄时啊血压拢会压悬的，欠悬啦。哦，啊，咱讲啊，咱最主要，咱就是讲知影，咱尽咱的法律的地位，咱的法律的基础，咱也了解愈多，咱的思想、思考的逻辑的能力会愈来愈好，咱当袂惊唔着落去。哦，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政府是差足济，这个台湾民政府的监管是美国军事政府。哦，美国军事政府，伊个顶头上司就是国防部嘛。啊，小港，你政治台湾这流氓政府，嘛是当这时伫10月25，1945年10月25日是代理尔嘛。哦，是次要占领国啦，主要占领国就是伫旧金山合约的第23条，都写个足清楚嘛。你美国爱亲身过来搞占领啊，你搞棒棒当只60几年，好像只台湾人咧。请阮太太顶个月车三号，一个月车7000块，7000外块，这个月车5000几块，看恁要哪生活？哦，这就是咱即马要讲的法律台湾，台湾民政府的顶头上司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。为什么？阮的囡仔，阮足早两年外，阮就拢请身份证啊，足早就请啊，两年外就请啊，啊，到个阵敢安怎样？嘛无啊。为什么美国有交代咱秘书长讲，叫咱讲，吼、哦，伊伫当局美国有甲当局讲，甲这个流氓政府讲，即个台湾民政府即个成员是伊按照国际法律来，你拢袂当搞用刑事以上的处罚甲因处罚着，所以讲阮到即阵，我嘛无安怎样啊，对无？搞有诶机啊挂甲破诶，佮换来起来换。起来换，迄是美国机啊，是美国机起来换。你若有破去，拢起来换，吼、哦，咱免费，咱拢会换好你，好你挂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国际的法律吼、哦，我即马用台语
啊，加这个北京语哈，我讲一解，互恁听，啊，恁大家爱记起来。在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，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并且加入国际小的组织，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这是整个全文，来，我用北京语讲一解。在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，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并且加入国际社会组织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这是咱所有要行到的目标。哦，目标。来，美金变红色的，这足侪人知嘛，还是有人唔知？哦，美金，啊，你甲想，敢有可能？有吼，这是真的。美金变红色，因为哦，就是讲，这较等下我这个伫这个经济学内底，我会讲到，为什么才要变红色的？已经包括有的人讲，美国伫顶个月讲放无薪假，哦，放无薪假嘛吼，咱伫媒体伫这个报道拢讲到，啊，有的人较无知的，有的人讲啊。美国经济特别崩盘，哦，特别用人民币来代替啊！我讲这人有够无知，伊无去思考能力。为什么美金它会变红色？伊嘛是要整顿伊国内内底遐个假钱啊、洗钱的，哦啊，包括你这个掌握这个全球的经济、政治甲军事能力，诶，这个掌握。龙头老大，这个美国啊，这是伊这个领导人伊应有的这个能力，领导能力。哦，这等下来，这个就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，伊所提倡的，这叫经济循环，经济循环，甲拄啊美金有关的，三十年。你得爱有一个经济的循环，哦，欸，对这个复苏，你若一直复苏，一直起，一直起，一直起，起到到尾啊，变通货膨胀，变通货膨胀，啊，这个三十年了，你经济有好，你一定爱到这，到一个点，慢慢搁落来，就是萧条嘛。萧条落来，那衰退，咱今个经济就是安尼。咱较早三十年前经济嘛，足好嘛，哦，大概嘛袂歹。哦，啊，这是一个经济循环。我都有讲过，美国伊是全球内底军事、经济、政治，这是爱有一个领导人爱伊所具备的这个条件。哦，这个经济学这足重要。来，我都有讲到，咱去年吼，迄全国新社都有真侪人，吼足侪人去。啊，今年咱百五个尔，啊，恁后一期的初诶，这个高级班上完，恁有机会，我是鼓励恁啦。吼，这唔捌去的吼，你会入去到全国新社的内殿。啊，但是今年较寒，恁爱需要扎挂衫去，这真正有够好诶。吼，咱来买去这个。游览地区还是这观光地区吼，咱有钱是无要紧，但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，非常的难得。啊，这机啊吼，这内底，你甲看真侪人，咱规个拢总穿黑西装入去，吼，拢总穿黑西装入去。啊，这个机啊吼，机啊这入去就是游酒馆，吼，咱这个内底。伊这个内殿哦，唔是伫，这就是外殿嘛，唔是讲直接安尼行入去就是啊，就是内殿呢，不是。哦，啊，佮经过到这个会议室，今仔日比较这个会议室，啊，会议室了大，遐有一个门，啊，搭板头落，因为会议室内底拢烧气嘛，足烧嘞。啊，我唔知影，因拢爱烫鞋啊，结果行落去讲到零度，我光个皮皮穿。啊，伊入去啊，佮一个木柱形行入去，当到内殿。哦，所以讲你若要去哦，哎，买也加穿两双啊，
因为你身躯穿少无效，脚底关起来，规拢总关起来，你穿较少也无效，对无？关到会袂抓，哦，这直接有我有这个经验，我甲你讲，因为我50年来，我头一届出国，阿妈头一届去日本，阿是非常好，我非常欢喜啊！哦，而且邮局馆的机啊，你头一门入去，这是较早二次世界大战所留落来，这是零式战斗机，零式战斗机。足大只，恁会当当只翕相，啊！但是内底吼，特别当翕相啊！哦，你像咱顶月初时有做75台，有做一出这个板上之云，哦，这里、個、未来日本台这板上之云的、就是在做卡在日入战争1904年明治天皇迄阵甲日本甲苏联在战争的迄影片。包括乃木、乃木将军，伊就是第三军的司令，伊两个囝，乃木盛典，两个囝拢死伫，战死伫沙场。迄内底拢总有啊，甲白白穿讲，哦，迄真正，迄就是咱虽然咱台湾的历史咱无，咱嘛爱真真正正了解日本人的咱的美国的历史啊。迄拢伫邮局馆内底有够济，我明年咱要过来，我明年要过来。哦，啊！你甲想啦，吼、哦！咱拄啊对这个历史，对下关条约，咱安尼讲，你甲想，经过因只领导人，因拢知呢，唔是唔知啊！你甲想，哦，2009年的12月15日，习近平本人啊，伊本人是无可能去。甲日本天皇接触啦，伊爱阁经过美国的有关单位去接触，那甲日本天皇见面，伊讲安怎？啊，日本天皇讲啊，阮最近吼，阮的经济较好，你是不是会当从台湾来卖元？来卖元安尼啦？结果天皇甲讲啊，你误会啊，你误会啊，阮丰足的物件，哦，事实啦，阮无得卖。哦，伫内底讲24分钟，啊，偏啊懵啊就断去，啊，人都无买卖啊，哪有可能？你甲想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嘛，哈、哦。哦，这就是这个图片，哈、哦。来，啊，咱这哈、哦，你甲想，咱即马就是这个政治台湾，政治的台湾，互恁一个了解。哦，这伫哎，等。这伫咱的网站吼，网站 AIT 这个网站都有，吼、哦，这个、网站都有。你甲想，哦，伫联合国内底正式取得中国代表的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因为当这时吼，毛泽东一世人做错两项代志，第一人，伊就是将中华民国伫联合国内底甲。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一旦无法度他合法取得台湾这块土地，哦，这是一做错了，唔对。第二点，就是伫1950年的6月25日，在汉战爆发的时阵，伊去支援攻出兵攻打这个北朝鲜，哦，这就是伫。开罗宣言内底吼，伫1943年诶11月26日到28日，这个开罗宣言，所谓的开罗宣言，这个宣言呐、啊，唔是条约，哦，就是讲，咱必须怎么讲嘛？讲这个，我买一张发票，啊，这张发票内底诶号码，我甲你讲，啊，我这张拿掉，哦，我那分你一半。啊！但是呢，佫有两第二种的讲法，就是讲我等你出来买这个奖券，啊，若有对，嘛那一半给你。哦，结果，但是这个跟你讲，这个统一发票跟你讲，啊，拄好有对。哦，若进来讲上济，哦，卖讲1000万啦，哦，掉在200万呢，啊，我是不是要分你一半？哦，这若无分你，这会当过。哦，这就是这个宣言啦。啊，这个开罗宣言内底，就是这个罗斯福、丘吉尔啊，甲
蒋介石三个在讲嘛。伊讲，若这等到太平洋战争煞了，我当将台湾向恁中华民国。啊，蒋介石我要欢喜是讲，好好好好好，那行我哦，我袂去攻打惊的国家。但是中华民国是流亡来的台湾啊，在台北市。啊，这个中华在联合国内底26次第26届开会半数通过，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这个这次这个发动战争有胜，所以讲在1950年的12月底。美国去告联合国，讲中国出兵攻打朝鲜，联合国承认。结果，中国这个总理周恩来嘛讲，伊叫这吴秀全吼，做哩一个高人小组，买告联合国啊，讲美国侵占台湾。因为伊尾仔就是讲迄句啦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哦，伊甲讲这个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就是讲这句。后来联合国讲，啊无你白纸黑字你去所款证来嘛，经过半年揢袂出来，各位延长3个月嘛揢袂出来，到即阵敢揢出来？揢袂出来嘛，咱拄啊。底下上课，咱有讲过啊。咱大这块领土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。你茫讲日本政府的哦。这是可是我刚刚讲的，这你若听有落，伫这个高级班哦，考试袂考足深啦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咱这块土地是谁的？咱是什么人？你家己都唔知啊！啊，你要哪教育你下一代？对不？哦，所以你按。这无，你若有用心去在听，你也去慢慢了解，哦，伊慢慢去了解，哦，啊，你甲看，我都有讲过，这就是台湾管理法，哦，台湾关系法，啊 ，AID 伫这个台湾关系法下，哦，你讲台湾当局，就是即卖中华民国嘛，你讲咱你若是一个国家，我请问你。你他只是国家哦，你他个就点头丧失哦，这就是咱这个逻辑啊。阮这辈孙啊哦，伫美国咧读册，这教授是无来讲答案的呢。哦，譬如讲，这个咱的法律台湾标题哦，你改图书馆吹啊，你改你图书馆吹呢，无像咱讲即安尼甲因讲。你直接就当取得着这答案呢？无呢，美国是无呢，所以讲因个思考逻辑非常好，哦，非常好，哦，这咱大概看一下。阿杜啊，这只大概拢知嘛哈？知影无？这伫阮屏东遮呢，哦，屏东机场，这个 P3C 反潜机，哦，这台是伫因为美国人开来。美国人伫机场去咧接机的，啊，这到即阵要咧骗，哦，伊讲这个登机典礼，来，哦，这个模样来，我给恁看一届吼，即台你看好哦，来，啊，这有啥物无共？即台就是模型飞机啦。啊你！你啊，伊有够一个图片啊！因为我最主要是讲这个人吼，咱来看清楚，唔好够骗啦。所以伊够一个图片是坐伫内底啦。啊！这真正你敢无通互你坐起哩吗？哦，啊，就是咧骗咱来戆啊，唔捌啦。啊，咱即马敢过会当互骗去？会袂？吼、哦，咱有较巧咧。啊，搁一台，一台咱买30只啦。一只价值要20亿的美金，哦，这是
全世界内底上好的美军上好的战斗机，我要给你看一届。这安怎飞？这电脑飞哦，你也看伊当时所发起的诶，这个这炮弹是全面的哦，世界战斗直升机排名榜第一名哦，这是上新的阿帕奇。你甲想？迄台 P3 反潜机，你都无载掉，它起嚟啊！你这台是要望会到？无可能嘛！哦，这咱是用上新上好的图形互你看，哦，伫遮互你了解。好、哦、来，这上新的啦，宣示东海防空识别区，这伫东海叫这。紧张的这个局势出来无？哦，结果中国甲维维咧，美国加讲是一只米52轰炸机，这是两只啦，嘛一条甲飞，爱敢不敢甲拍？唔敢啦吼，那拍来都有其他看。哦，这是一只，这个防空识别区。看伊画偌济，美国的战斗能力，伊的军事是赢中国赢了将近到要60年的。即咱伫高级班，咱的秘书长会讲，因为我无爱讲甲伤过深哦，因为恁是初级班哦啊，最主要就是讲恁的基本的即个法律的理念，恁来捌。安尼，恁当发到他来接这个高级班。啊，恁哦，这个咱秘书长诶，这个新台湾论哦，迄本是伊诶心血。为什么咱在今日咱对到即阵？为什么他要向尊重伊？伊今日是非常非常诶坚持诶。咱为什么要行这条法律诶路？像我拄啊讲诶，咱来伫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咱60几年来，互咱挪。文化教育啊，包括咱今摕新闻证，这张是假的呢。咱拢做奴呢，你若改新闻证改起来变过来，右上角遐，遐有一个字啦吼。迄你若无详细看，你看无？空空就是中国人，啊那林一代号的，咱就是拢做奴的啦。恁即卖会当摕出来甲看卖，包括恁。写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遮在座有人住伫银行诶无？无吼。机票，咱诶机票写毋对，无登印啊，甲夫妇诶，安尼当领袂？对毋对？你甲看卖，你拢互登印啊，咱连国民都不如咧，是毋是？哦，啊你变个，你甲看，迄拢咱是奴隶呢。所以讲，咱爱有迄个思考的能力。咱今仔来上这个法律的这个课，基本上就是讲要让咱去更加搁较了解。哦，咱本土台湾人，咱是为台湾人，唔是爱台湾的。恁爱去分好清楚，唔是爱台湾，爱台湾的方式。哦，你若像讲，这个习近平嘛做爱台湾啊，奥巴马嘛做爱台湾，咱是为台湾。哦，为台湾咱本土台湾人遮，咱今仔上课，遮高级班，拢以后是咱的高级行政人员。哦，啊那那如果吼、哦，在阿未执政的进程，咱也有一挂歹习惯，吼、哦，那是讲话不槟榔啦，吼、哦，还是挂遮歹习惯，咱来慢慢好啊改起来。哦，因为咱是爱做一个模样。咱是换政府，唔是换人，是换政府，吼、哦。来，咱即马要讲的吼，是因为这时间特别差不多了哈、哦。来，这个历史时刻，我即马要讲的，咱这个关键人物，咱这个关键的人物是谁？各位敢知？是不是咱秘书长？
丢一半尔。但伊无法度啊，但一个人敢无法度？无，就是咱在座这四千几个共同创造历史。咱真是咧创造历史哦，咱真毋是即个国际的专家，吼、哦，即个学者，伊是咧研究历史呢。咱在座这四千几个，吼、哦，即个四千个诶，即个高级班人员者啊、哦，咱则是咧创造历史呢。哦，咱是咧创造历史，所以讲，咱要做的是啥物工课？是毋是讲中华民国伫台湾遮，咱遮咱爱努力打拼？是毋是将中华民国给赶出离开台湾？对无？啊，恁来遮，恁会惊袂？袂哦。安尼勇敢，来，家己鼓励一下。咱今要所做的任务啊，哦，这个关键人物我甲伊讲过，咱这个要做的代志，咱就是将流氓政府赶离开台湾这个土地。咱的下一代，伊无迄个责任，伊嘛无迄个资格，通啊忍受流氓政府的扭曲。甲剥削、甲欺骗，因应该爱过着快乐、幸福日子，而这个生活怎对呢？啊，咱呢？咱上重要的，咱就是讲真赶紧，因为这期哈，我甲看看足侪少年的这学员，这非常好。我较早，我来上课，我上少年的呢。我真正我上少年，五十几岁上少年呢，像恁七十几岁，哦，六十几岁还 OK 啦，七十几岁到八十六岁来，八十六岁，哦，但是当然是迄阵是较少啦。啊，迄几期哦，甲看啊，嗨咯，咱秘书长讲嗨咯，这是要安怎，要安怎来领导？啊，好佳哉，咱进伫媒体吼，会记了哈。十二月初九、初十、十一这三天，咱伫《中国时报》《自由时报》《联合报》，咱拢总会报出来。哦，啊，希望恁啊对，哦，除非除了家己去认识这个法律的论述，哦啊，平常时一天上少，啊去网站。看较新嘞，哦，啊那如果咱阿娘会较无法度，就讲啊，都看无我网络嘛未响啊，哦，叫咱的后生组囝，哦，甲咱设定，啊，入去咱逐工哦，拢入去甲看一届啊，上新的资讯，以后咱拢是用电脑，哦，用电脑，哦啊，这因即马时间吼无啥够，哦，即马这个。哦，我大概讲一个啦吼，这个米52轰炸机，这就是讲吼，咱进这个青泉港，哦，台中这青泉港遮，你甲想啦，为什么咱秘书长讲，有的人无看到美军，敢无看？内湖、金湖路100号，将近到要20000平呢。20000平，啊，遐是 AID 40-50个人买遐大吗？无可能，哦，无可能。包括青泉港，即暗时哦，拢一天有一班飞机对美国来回，拢暗时。啊你甲想，伊当时要来，当时要落来。都免经过中华民国，都免经过中华民国，这就代表这块土地是一占领的。我当时买落来，我美国说了算，唔免经过你流氓政府，哦，唔免经过你流氓政府。所以讲，这米十二，哦，米52轰炸机，
咱足济飞行机啊，包括伫咱个第七舰队，哦，第七舰队伫所有因中国买倒来，像我阿帕奇买倒来，敢嘛可能放在因中华民国遮，嘛是应该伫会放伫吼，这个新竹遮嘛有，吼、哦、啊青大港遮嘛有，即足济啦，即咱也有去了解到，咱即摆也上过法律了后，咱也有去注意到，咱就会讲啊，咱秘书长在讲的拢总有理。哦，一个时阵，像我拄仔讲的美金，伊一年我就讲安尼，即美金会变色，伊一年我就讲安尼。伊讲五年来啊，一定美金换色，那年我就换色啊。哦，即代表伊讲的拢是事实，拄仔剩咱伫见啊迄个停机坪。哦，停机坪遐无为一个迄个直升机要降落的，哦，迄个停机坪。但是咱讲的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有一天，咱只直升机一定会降落。哦，恁当注意，一定有一天会降落。但是毋是讲最近啊？哦，一定有一天会直接降落。要搁有。咱伫遮，咱台湾民政府尽目前，哦，咱阿袂执政嘛。咱所有有甲恁公布的，哦，像讲40万换一块，咱是用正台币啊，正台币甲美金，甲拄啊咱迄咱看迄张美金是一块甲一块等值啦，一块正台币甲美金等值。要搁有咱所有的实施讲出来的政策，哦，五大政策。第一，就是讲咱满65岁，哦，满65岁，咱是领1200块，唔是800块，1200块的美金。第二，就是咱的子女满18岁，但是伊满18岁，伊有哪会请身份证呢？你莫讲咱恁请咱的囡仔，都拢总有呢。伊本身已经达到18岁啊，哦，伊嘛爱请身份证，伊才有一间。因咱必须定是讲一栋啦，啊，一栋就是讲，譬如讲一栋500间来讲，啊，分一间互你，查甫拢有一间，一间是永久屋，你袂使租人，嘛袂使卖哦。哦，你若80岁年老了，你当个倒当个行政府，哦，每一个人拢有一间，要搁有目前，你若是讲咱有注入就学贷款的，这你要注意。咱接到政权迄一天，毋是完全执政。只要咱若接到政权迄一天，咱就甲遮个贷款甲取消啊。哦，恁都无纳的，就免阁纳啊。哦，这是第三点。啊，第四点就是讲咱的子女啊，你是学龄前、学年前啦，就是讲7岁以前，哦，你就3岁、4岁，你就是要学日语、英语。哎，什么法语，什么语言拢无要紧，因咱是学年前哦，以下这囡仔也当学6国的语言，伫伊个头壳内底，伊个思绪内底，伊个摆个程序摆个做好势，伊袂乱去。哦，啊，到你读个博士啦，读个什么理学拢无要紧啊，你都有法度当读个，这叫做义务教育，拢免钱。哦，拢免钱。啊，包括临近为劳工的吼，劳工，恁爱赶紧请身份证。到时唔知领有领无，咱唔敢甲你保证嘛。哦，但是咱台湾民政府，恁若有请这张身份证，咱的身份证的后壁拢有号码，吼、哦，拢有号码，会按照迄个号码来。哦，你若有较早请的，啊，你就无通安尼啊。那无，比如讲啦吼，那无通安尼的话来讲，咱的班头啊，可能到帮忙。哦，这是咱欠的一钱呢。你在当乞过，去用，把咱这劳工的钱，几落条乞去建设。你茫看呢，金门大学。咱秘书长有讲，金门大学遐起一间
中华民国行政长官公署的底下，啊，一两千个人起一栋乡大栋行政大楼，啊，个学校，啊，个平台。好，迄你若看到图片，图片我也是有啦，因为我伫中国去部分吼，有我后一届来，我用两三张啊，诶，即个泡泡印出来，咱袂使完全报到遐，因咱一寡钱。一挂啥拢投资底下，包括迄、那个，因迄边是用发电哦，风力发电，咱这边要用核能的。讲到这核能，核能，你敢知影做一个核能要做甲好，是七百亿国际标是七百亿呢？你敢要知影咱的核四，也，这个预算偌济？伫1999年3月7号开始动工的，到近几年啊？伊个编列的预算是1700亿，啊，就1000亿即多，到即马3000几亿啊！啊，你中国平潭遐，伊用迄、那个像荷兰咧用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风力发电嘛，几亿呢？啊，甚至因伫迄边过来吼，伊有讲，当迄吊车，按甲吊迄机起来，柴油好，200万的台票。安尼用吊车安家吊起来，啊，放好柴好，啊，会转安尼，就200万啊。这拢上开，拢咱本土台湾人开的钱啦。啊，阿姨，今日时间的关系，我讲到这，谢谢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。